看了吼，真正感觉他还悲哀。这个社会，这个时代已经较进步啊，资讯嘛足充分的，是安怎有的人你讲一件来讲到安尼，小可内行看看他这离谱，有够离谱哦！乱谈。各位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大联动的主席刘一丁哈。来，欢迎大家收看咱的节目。今天呢，这个第一段其实哈，首先讲一个新闻啊哈，了咱再来评论一挂现象，或者意识形态荒谬的，尤其是这拿牙哈，拿牙我那有人哦，较袂遐太离谱啊嘞。咱应该讲一个意识形态三星的就好。选举搞啊，大家一直传，啊，就网络啦，一直讲啊，不得不吃啊。啊，咱先讲一个什么真重要吼，这个美国政府吼，拜登政府吼，民主党的拜登政府，那么这个宣布吼，美国的这个公民吼，未使去中国投资三项物件吼，第一项就是晶片啦吼，这个基体电路吼。晶片主要是晶片吼，第二项是这个量子的科学吼，量子就是做有诶物件迄个吼，这个比如讲像这个纳米、2纳米、3纳米，这已经拢接近这个量子科学吼。啊，第三项就是这个 AI 吼，就咱顶边捌介绍过这个人工智慧吼。啊，这吼看起来这一买菜个工作都哇塞，美国先直接打单诶哦吼。但是美国伊这个政策出来，伊有宣布讲，这其实毋是经济政策，因为中国即马对外有要发动战争的可能嘛吼，啊，这物件拢会影响到伊这个战争的技术啦，哦，啊，你若果你一直卖这货，也是讲去帮伊发展，靠了这后盖伊就摕这个科技来甲你添炸弹啊，甲你恐吓来威胁啊，社会弹啊，什么恶弊来吼，啊，这是基于国防考虑的，这伊的声明内底有讲。啊！但是对于到底吼，坦白讲啦，内行人讲，哦，我若真正执行了，这都差不多倒啊，强化无未来啊，吼！因为这几项物件拢是未来迄个高科技，诶，非用着不可的这个物件吼，就是诶 ，chip 电晶体、基体电路，吼，啊，跟迄个量子科学、量子的产业，吼，相关的啊，跟 AI， 搞啊，这个高科技拢来用啊，意思唔就讲后盖，吼。中国这样目前了无啊，你家己要发展还阁久咧，我这阁看到另外一个新闻，张忠谋伫几工前吼，接受一个敢若德国的报纸的访问，伊就坦白讲，中国伊的这个基体电路吼，若要超要徛来世界的领头羊，莫讲第一名啦，徛来头前几名，即阵啊时间看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吼，打起步啊，靠遐，怎么美国要搁啊跟进，啊这个。电晶体、基体电路这个物件是爱交流的吼，哦，有软体，爱有硬体，爱有咧制作的精密度，哦，啊，即中国拢还无咧啊，啊，即若美国，哦，恁咱这两个，哦，即张忠谋的采访甲美国最近的行动，你甲到最后，啊，就差不多知影，靠遐，诶，啊，这是影响到是啥物？就是讲无环境嘛，所以其他的一挂产业，无定较无啥物科技啊，你感觉有这个所在危险危险，哦，啊，过来走下坡，哦。它的高科技走下坡，哦，伊本身已经无这个技术啦，也无这个人才啊，吼，啊，要安那去，这后盖安那发展唔知啦，但是，即马目前看到讲哇，这个中国大这哦大规模的经济行动大概要结束啊，吼，你唔通袂记哦，即马中国哦，咱有念过哦，中国伫即马现在，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吼，美国第一大，中国咱有讲过，美国差不多17-18条吼。诶，美金一年啦吼，一年，中不27-28条美金嘛，啊，中国已经来到16-17，输伊差不多10条啦吼，16-17条吼。第三名是日本，第四名德国，即马后壁印度已经做起来，印度本来排伫迄个第8名诶款吼，啊第7名吼，但即马变作第5名吼。啊，这其实大国会变作世界经济强权、经济霸权，这无奇怪啦，因为土地大嘛。土地大，你足侪资源啦，一款吼，即个啊有诶，佫加吼。印度虽然即马伊其实虽然百姓诶平均诶收入足低吼，才差不多2000块诶美金吼。啊，中国即马已经跳到13000吼，咱若照统计数字啊，即物详细可能也嘛毋是安尼啦吼，13000吼。咱台湾即马是照
世界统计是33,000吼，咱要加20,000。所以这来，根据这数据，大家搁知影，那开放服贸就是叫因阿拉个会使入来台湾吃头路，但倒倒啊，台湾怎啊都翘翘，本来遐啊都搁拢抢到这较基层的、较辛苦的、较善良的这族群，哇啦是死硬硬吼。所以台人坚决反对，就直接来吼。好，讲到这，这个新闻大家听到，就是讲美国已经用摆明了，这不是头讲的哦，哦，不是记者猜测的哦，哦，摆明这美国这个总统府白宫宣布，哦，禁止美国公民去投资这三项物件，哦，这个晶片，哦，AI， 啊加这个量子科技，哦，量子科技这个作以为物件，拢袂使过。啊！伊嘛摆明，这毋是你甲你战争，这就是靠这你啊摕来这咧台湾美国人面啦吼。啊，又工作面这为着下一代的安全，下一代你啊，啊中国来继续好个，哎，继续大买，嗯，啊后盖死着美国的后一代的人咧，吼，啊，这袂使，所以你就家己要挑动战争，啊，就是接受这个结果吼。好，讲到这咱这个第一段有新闻性的部分，都啊这重要哦，这重要吼，咱头先讲这是毋是真重要吼？就表示美国未来咱预测，哦，短期来看袂到咧，长期咧10-20年，哦，这中国，哦，要开始走下坡来，就搞无远景嘛，无高科技的支撑，哦，没有那种远景，哦，啊，张忠谋人采访人都更加搞摆明讲，短期来伊要超过世界其他什么先进的美国、日本、荷兰、台湾、南韩，无可能，哦，呵呵这靠谣，我真的，哦，摆明了哈。好，啊，咱其实这个新闻嘛，会使看，佮加两个咧。你看台湾的这个过去哦，曾经两大龙头哦，这个曹新成，即嘛都摆得很明啦，就是甲你干掉了吼。处理拄啊好尔，好几工咧交。张忠谋虽然是较文吼，无你骂东骂西，嘛未直接去骂中国，但是伊嘛摆明就是讲，这台湾吼。伊嘛摆明，我即伊其实内底访问内底有讲着讲吼，伊无认为中国短期来会来拍台湾，因为伊无够力啦，科技的能力无够啊，哦，啊，佮来即个全世界来个，因为战争甲风沙都吵起来，哦，毋是台湾受着干扰，中国怎规个怎，哦，怎稀里里安尼啦，吼，哦，听啦吼，好，所以这两大巨头其实心内拢是，哦，挺美日台啊反中国，你拢袂记得，这两个拢外省的呢。啊！你甲看巧的外省，受过这个科技业，吼，哦，啊，甲国际观的洗礼了后，我看大家拢对中国，吼，哦，嗤之以鼻啊，吼，哦，所以台湾在干笑的，在食屎，吼，哦，现在进行式就是食屎，什么很真，啊，若过去式就是低屎，内底头脑底讲出来未好过去，吼，哦，讲到这，咱即马要带转来这个较无新闻性的话题，因为选举要到嘛，就我看咧网络，吼，哦，啊，因为一定啊，吼。我袂讲看到，啊，这个明明知影，这个哦，这个族群，这靠内底拢国民党诶，也是讲哦，混足侪国民党诶声音伫内底，我嘛拢袂甲切掉，加减看，哦，看因咧讲啥，吼，迄个是看了吼，真正感觉呾还悲哀，啊，这个社会，这个时代，吼，哦，已经较进步，啊，资讯嘛足充分诶，是安怎有诶人咧讲一件代，讲到呢，你小看内行看到呾遮离谱。有够离谱哦！我捌前几集捌讲一个，我伫迄个台南吼，南门路火车也听到一个。哎，我听了想要笑出来，啊，结果马上有一个人甲吐槽，有无？就一个迄个吼韩粉的啦，吼韩粉，吼，哦，一转迄回台南火车的所在吼，这来去啊！我迄好朋友阿辉啊吼，明辉啊，拢会伫遐泡茶啊！啊，来，啉两杯啊！泡一个，熟熟的老人茶吼，迄，哦，一斤，嗯。买迄个一斤30块迄种，你看个这，个无免啊，人啊侪，你消耗量啊大，无泡个熟个袂使吼。啊，拢伫遐泡，遐好啊，足个内底毛韩粉毛迄个深绿，遐毛台联嘞，哦，啊毛民进党，遐毛足侪啦吼。啊，较偏民众，我咧听差不多60%哦，60%拢较偏迄个，较偏绿色，也是讲台湾绿色个啦吼。咱莫讲一定民进党吼。也嘛有人不大喜欢民进党，但感觉台联袂歹，真可爱，佮留意着这种人。好，结果吼，我拄一个来讲，我即马先讲迄顶边讲过迄个吼，迄来伊就开始骂迄个蔡英文，哦，你看，
哎，无你这样无啥啥路用，做靠做票尔。啊，就讲到这，哦，你无讲具体案例，哦，大家我看听看你讲有啥物案例无？有影看起来足像做票个，哦，嘛无要紧，哦。其实你要讲物件吼，讲了互听下，你啊，敢若有迄个可能性，那也没关系啦。就台湾自由社会，你会使随在你讲啊，吼。但你若完全无经验，甚至因为违反迄个逻辑哦，你靠呀，你随便吐槽嘛，唔免。唔免历史个出来，甲你吐槽，我即马迄个就讲哦，迄个韩粉就讲，啊，迄、迄哦，迄阵啊，拄啊韩国瑜呾罢免了，哦，啊要你要选总，选总统，伊敢若选过啊，选过无掉吼，选过吼，但咱大家就讲，啊，你别靠遐哩，啊，就大家哩讨论啊，讲可能就韩国瑜哦，啊，迄，呾选到高雄市长嘛，足大啊嘛，足好表现呢，嗯，对不？啊，佮高雄县是合并的大高雄，啊，佮随要去选总统啊？当然支持啦，迄个原理就甲好友以前啊奇怪，民调以前都上悬嘞，吼、哦，三卡都四卡都伊拢上，是安怎一个，这个提名了，噔噔噔都随落来，是啊，什么个？你看天啊，你敢欺骗？我投予你是要叫你做台北新北市长，啊，你那都坐还袂少嘞，都搁马上要走去做，啊，你袂使，吼、哦，你只在乎权位啊，不在乎选民的这个感受啊，这太奇怪了，吼、哦，来。即卖你就讲，啊，做票，伊讲啥做票啦？伊讲迄个韩国瑜吼，伫高雄互罢免吼，即件吼是蔡英文下令甲做票做掉的啦。我即个我相信伊也讲即句，就是足相信的嘛吼。啊，我相信呐，韩粉听着嘛，拢感觉足对的。啊无，这可爱，这伟大吼，这有水准的，这优秀的韩国瑜，那有可能转调的时是890,000票呢？啊，那即个罢免时嘛，佫票佫比原来调佫较侪，啊，支持袂买罢免的才20,000桶尔，怎安尼？这无可能嘛吼！啊，就所以大家都一个人就家己拍手枪，家己自打自爽的，想你啊做票的。问题上伊讲了吼，那一个这个先生就是奥利桑，买这个大哥啦吼，这个哦，古早哩往哪里做的哦？这企业哩卖高档的，对不对？伊讲哼。啊！你讲的哪对？啊，韩国瑜伫高雄去互罢免的时，哦，伊本身选总统选无掉，但是伊嘛是高雄市长呢，伊是哦无掉，佫退落来做高雄市长，安尼，哦，啊，高雄市长是高雄市选举委员会当然的这个主任委员呢，就是规个包括人拢伊叫的，啊，拢伊派伊控制的呢，哦，若有控制是伊第一线啊。总统哪有可能跳球讲叫这韩国下骹的人拢来做票？那哪会安尼？无可能安尼啊！哦，是拢伊讲啊，韩国瑜做市长，选委会主席会家己做掉，啊，你是对啊唔对？伊直接甲问个咧吼，安尼吼，我答袂出来，伊根本都唔知影这是作业啊！哦，这韩粉咯，我讲，哎，根本都唔知影，啊，但是伊伫因个脑筋内底听出这哦，做票可怜啊，韩国瑜用做，啊，所以我就出来讲哦。你要讲的是，你嘛小可知影人迄是安怎运作哦。啊，中央选委会管中央，还是管立委的选举，哦。啊，所有的迄个投票的过程哦，程序啊，甲嘛是拢爱等选举委员会啊。嗯，啊，你哪有人韩国瑜家己做票做掉的？哪有呢？无可能嘛。即个意识形态吼，造成的悲哀，足悲哀吼。啊，台湾人哪安尼？已经内底都大脑都空的啊，哦。就是准野人看起有目睭有鼻有嘴，哦，敢那娃娃，啊是死人比死人较不如，你都连这简单的道理你拢搞不清楚，啊，你要去想要共影响呢？你想要洗脑迄边的人看，听听，这韩国瑜叫做比较可怜，啊，咱来爱听这个韩国瑜的口音，嗯，好嘞，我即摆过来讲，好嘞，我即摆先来讲了了，最近有一个迄个什么家人的起源走无，哦，啊，甲一个迄个挺台湾的这个一个讲。做船厂的厂长啊，什么吼？伫遐咧哦吼。啊，伊迄就是一方面，伊要惊啊，讲好，你看我足关心阮选区的选民的性命哦。啊，过来就是伊要借机会要去宣传，讲这个战争拢是民进党引起的啦，嗯。啊，所以讲去加啦，去哦嘞吼。啊，迄个台湾哥吼，就出来讲啊，你是要移队啊？你别位啊？这地土块是乌坑，伊捌伫遐做兵，土块是乌坑的啊。啊！你若要去别位，伫外口人随一下佫崩掉。啊！若乌空，别位敢卖？你遮都卖。啊！过来，啊！你
家人是要塞，吼，要塞听老对讲，这足重要所在。我若强匪也要起来占，会先占的。嗯，啊，武器当然离上近的所在，都对这运气，吼，就甲你甲你弄个死啊，靠样，敢是安尼吼？你做兵就咧，做兵就你死我我，你若你无死，就是我死，吼，安尼靠样一定甲你崩死。啊，安尼你甲耍走啊，这靠样啊，你要害死台湾吼？迄个吼，台湾人迄个就甲讲的，吼，迄个什么灵啊？我个灵吼。哇！那去那到那个气压严，讲啊，就是你弄安尼，阿强仔要甲你推啊，头大啦，讲台湾人头大，诶，啊，你都这几年啊，小可有你看报纸、电视小有影着，小看就好呢。你就知影讲，啊，这都他中国人也无安怎，台湾看对中国偌好啊，吼，看送偌济钱去甲投资啊，去甲扶伊经济啊，啊，加减赚寡钱呢，吼。要拍要死，一个蔡英文，一个第二届当选，伊到即马已经几冬了，特别四冬啊。哦，逐工要拍要死，这是啥物人出手的足清楚的。你若一直替姜伟啊讲话，讲你是头大好个，出来了怎啊？大家骂到臭头，啊骂了吼，伊感觉这压力嘛足大，佫可能哦，伊本来国民党啊，国民党都拢讲这套个啊。哦，除非迄个拢无咧讲政治个，国民党内底有拢一个干呐看钱，哦，啊看权力，剩个拢无咧管。那有你讲意识形态，拢嘛是差不多一这套啊吼。哦，啊，但是咧，选民听不上会落去哪呢？哦，啊，你无你就直接讲吼，较柔性的建议讲，哪会当来甲签吼？伊是大众个讲，我这靠呀，那大家听袂落去。啊，然后退出国民，退出国民党了，即马要去科批迄栋吼，你科批嘛唔敢说，哎，不，即马大家等，这里吼，等黄飞头，大家咧干叫，靠呀！修理了，本来又搁收了票，怎么走了？嗯，我相信台湾一百个人内底吼，一个咱卖讲有本土意识个啦，吼要保啊，吼咱讲个要保护台湾，要保护这个国家，同介简单个办法啦，拳头硬个啦，拳头硬才有和平啦，对不？这全世界，啊我就讲个，啊你咪导航都咪死呢，死搁较紧，死搁较济，咱讲个是足侪个啊，吼，所以我咧。我你大记掉这三个故事，老人甲你边你甲讲，这老一辈甲你讲的，这个两千几年前哦，秦始皇搁较早一点哦，长平之战，秦甲赵小战，赵这边的人足侪哦，四十几万人哦，哇，大家用哪用夹夹，秦嘛差不多都嘛就什么三四十尔，但是较敖抬，较敢抬呢，抬赢，抬赢就导航啊，导航哦，导航不是。阿未真正拍败啦，就是讲，迄个民心吼，赵国的军队较惊伊怎导航。啊，导航了，大家想讲导航就和平啊嘛，歹势，无迄个代志，什么导航就好。啊，你万一你讲呐，吼，我讲起来了，啊，你搁换咩啦？问啊，你这兵啊，大家拢会晓收台，吼，怎吼？卡坑杀，坑杀听无？唔是战场上把你打死咯，然后叫你家己挖坑挖跳落，呆挖呆，挖呆四十万。迄已经，大家已经争到一半，已经讲我不要战了，我要和平嘛。嗯，靠样嘛，拢太太死哦。第一件嘛，你读课本啊，读到迄个战国时代的长平之战，就是写这啊。哦，第二项，这个靖康耻哦，靖康耻就是迄靠样，金国已经要来拍来个迄个汴京城门外口甲包围啊。哦，我内底嘞，啊有几个要战啊，有个不爱战啊，导航那要紧啊，啊不是同款。啊，生意照做啊，官人管尔啊，来，我，种啊，真正导航了，哇，皇帝两个拢掠去，吼，啊，迄个查甫拢太太死，伫拢附近就是活呆啊，吼，啊，无就太太死啊，啊，查某较水个做啥？若无水，伊嘛无要爱呢，吼，三千几个，种啊，所有白白牵去北京，吼，沿路围着官司啊，查某囡仔就无法度行远个咯，有种死沿路，到北京剩千外个。强奸吼，啊，到尾啊，剩这千外个拢后个吊在叫冻袂调啊，迄个身体会侮辱吼，拢死吼，拢死了。第三项就是通奸嘞，吼，就这个1949年迄个吼平津大战，国民党要退来台湾，经过三场足大场的战役，第一场就是东北吼四平街战役，哦，迄场双方加起来死。所以我唔要听你讲，啊！恁遐国民党，恁个先辈、恁阿叔、阿伯拢死伫遐，拢叫姜伟提啊！恁哪呢？你睇下即马，你要去遐尊严，要去
就最难怕哦。等下讲这垃圾话，台湾的故事要来讲台湾的垃圾话。哦，那安尼哦，结果哦，哎、欸，第二场哪无阵，所以第三场跳过，第一场正要跳来这个淮海战役哦，这个国民党迄种来课本里写徐蚌会战哦，这哈、個哦、邱清泉呐、啊，什么哈对不对？啊，佮拜你迄、那个，佮拜你忠烈祠哦，佮逐工哎，逐年去行咧，佮流目屎哦，拢叫强烈台词。即马讲哦，林刚我来讲者足恐怖的，蒋介石已经来台湾了嘛，先叫前面飞碟断时者哦。这告诉林刚在讲哦，这个民国64年，1975年，1974年，75年的时候，这一定个独家的资料哦。或者林刚在讲哦。怎导航啊嘛？副作第二场副作义吼，迄、那个国民党个将军叫做暴作义，暴啥暴？伊就无战啊，想导航就好啊，免死啊！哦，伊导航率领80万大军拢导航，我甲你讲，这团死上惨哦。北团的迄个战略无死，佫一直走，到尾佫对国民党走来到台湾。这团吼、哦，死甲讲无停啊，差不多要到60万，80万内底要到60万，57、8万，全部拢送去迄个朝鲜，迄种美国。爆发这个韩战嘛，有无？韩战嗯，要死哦，要死了！国民党遐投降遐先死的，啊，拢送去。啊，伫个韩国死有够侪人诶，哦，差不多死了了。过来傅作义本人，啊，你带队投降的，照讲未死啊嘛，歹势。经过4冬啊5冬啊嘛，赶快甲创死。嗯，靠妖啊！啊，你为着要加活4、5冬，哦，啊，背骨，嗯，啊嘛是结果嘛是死啊，嗯，啊你太歹留一个命。哦，你像国民党内底咧淮海战役，徐蚌会战，这黄伯韬、邱清泉，讲实在肃然起敬啊！卖讲啥，敢若金门迄、那个，哦，金门迄古林头大战的李光前将军，伊是一个，迄当中啊，拍阵势是才一个营长尔，营长差不多就少校啊，哦，也是中校迄个阶级尔，死了甲变做将，升起做将，会尊敬啊，哦，你这个你对抗敌人。你有迄个蓝帕，有迄个架子，哦，强匪啊，看到你，叫你抬死，斩，哦，靠边一台，啊，明明一条命啊，去用配弹配咯，对吧？哎，啊，你讲个副作用，我问你啊，强匪会甲拍破啊，袂啊，嘛是互你死啊，哦，好，讲到这，咱就听啦吼。这个谣言哦，佫足济，我今物要讲一个啦，今仔一定爱讲，就是，我伫阮台大政治系哦，我一定啊台大政治系，阮同学有当往内传，内底有哪有较偏烈，但偏烈一般拢无啥物事。哦，无啥爱讲的立场，但人是叫是即马，民进党咧执政的，伫这意识形态战场，民进党是足惊，伊为着要票嘛，啊足惊，唔敢去卡，啊唔敢讲大声话，讲真话，吼、哦，啊去哦，国民党在拿棍在念头啊，在食屎啊，气死死啦，哦，我甲你讲一个吼，我听了咱妈，迄个喷了，遐喷对鼻仔喷出来，哦，有阮同学传了，台大政治系统，卖讲啥名啦吼，我传来讲吼，哦。有啊，咱台湾人若较老的，拢老一辈拢会记得有一个40000换1元，有啊，哦，因为国民党是民国39年，38、39年迄当要哦，二八岁啊了，过2、3冬，啊开始咧要内战嘛，为着要内战，一直甲台湾的迄个牛草，迄个拢一直搬去中国，造成这个物件一直起，一直起，哦，起到尾啊变啊收山变啊，啊就好啦，哦，恁原本的银票摕40000元，我印新台票1元甲你换。这40000换1元，大家拢知。这大概是民国38、39年啊，吼，迄个卡刀发生。吼，我问大家啦，我爱这伊这个谣传哦，这个意识形态诶吃大便的这吼，伊啥那样？啊，这40000换1元就日本人用的啦。吼，啊日本人吼，啊为着啥物要救伊内底经济吼？啊怎啊跳工煽动这个，讲一堆吼，讲诶啊啥敢那真诶呢吼？讲实在，你若无了解历史，也是无经过迄段，你会讲，哎呦，有影哦！哦，原来迄台湾人一直咧骂国民党，就是去假哦。哦，原来啊，40000换1元是日本人做的。哦，安尼哦，足讨厌日本人，安尼卖去殖民咯，拢创这啦。哦，啊，但是你这个故事，你若小可有了解迄段历史，也是讲你虽然无遐老，但你有读过，哦，嗯。啊，咱讲卖甲问外亲的，倒去跟咱问讲啊，日本人。民国34年，民国34年就投降啊嘛，因为原子弹就投降啊，对无？等于日本啊。啊，到民国39年，还佫有在条操作台湾的，而且40000换1元，你是对唔对？你屎是食到怎啊？叫丈刀食到吐出来哦？
哎，够傲大了，嗯，这种谣言你可以在统派，啊，就有什么的意识形态，可以在统派里面，在吃大便的族群里面来传开，嗯，啊，但我感觉毕业了讲啊，民进党哦，无人出来叫呢，照讲你那族群内底有一个靠读册靠经验，你看你后白讲，啊，日本都上在1945年投降啊，1945年8月就投降了啦，啊，怎么会到1949年还日本还在影响台湾呢？什么四万多一块，你这讲啥笑啊？哦，讲到这鬼脸拍火哦，足济啦，这足济哦。伊一直慢慢来讲，恁听就听啊。这种意识形态就讲，咱台湾可怜甲讲吼，哦，另外我那有一挂有意识形态的，这我要同意啦吼。但是另外一般就是讲。有一寡该骂伊，唔爱骂伊，我啊，恁个骂人，咱会叫是我国民党，都不爱骂。但是那也是戆到吼，你看你干嘛？对，那么愚蠢哦！啊，你这么愚蠢啊，何你执政？我要安那哦？你的军长遐尼讲，所以我真正你来咱这个电台，咱这个节目呢，也佫有一寡拿军的，你听我要甲你拜托。哦，你来也佫希望讲哦，台湾安尼吼，良性竞争，你要讲这物件，你去提一寡经济。啊，过来，你讲的小可有逻辑哦，卖迄个听了人的小可有头脑，哎呦，这惊死，这未起动哦，这唔茫改做。啊，安尼你当然一直救，一直救伊啊，哦，因为毕竟现代社会唔是一个戆人咧统治的，唔是戆人为主啊，哦，中中的人为主，哦，翘翘的人较少啊，中的人，啊，你讲迄个戆话，啊，一直要共拽人的思想，你拽过，这唔就比你较戆的，啊，唔就食屎以后还佫食喷的。再对你行，我白来，你家己变较巧咧。啊，听咱的节目听久，你会变巧，知无？所以咱嘛欢迎拿军的有来听吼。虽然咱的片头讲无欢迎韩粉来听，好啦，先讲到这。